我觉得水的好处呢，水的好处是，它永远是水，但是它可以用任何形式出现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寒冷的时候，我变成冰块，变成雪花，啊，都能把这个寒冷的冬天来装点，啊，热的时候我是水，是液体，啊，有没有东西可以挡得住呢？挡住的是局部而已，没有东西能把水挡住。放到这个瓶子里，它都慢慢都能飞掉。对，那就化整为零。所以有些人渡不了人，就是说我一想一叫人就300人，那你不如从一个人开始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你的心，你的心有没有被灭掉？但是这个环境给人的压力，有时候这个心会被灭掉，会死掉。但是就灭掉了你的一切功德的机会呀，哎，所以对于佛，他所行的大慈大悲之道，我们不能因环境改变而改变。有的同时入门的同学，有的人修得特别好，修得好的一定是度人多的，啊，敢于度人，但是一定要讲方法。但是我们首要的是你这份信念有没有，有多么坚定。第一是有没有，第二有多么坚定。啊，这个确定之后，你的方法自然有了。就像水，水没有它去不了的高山。如果到了低处，它就变成了一个极大的力量。既有高山，便有深谷啊！深谷一旦再深一点，这一股水聚到了一起，能有多么强大呢？现在到处用水做发电站，水上有很多渡轮，水中有万物生命。我们仔细想想，水有多么强烈，有没有东西能把水阻止住呢？没有。你说黄河水流到这儿来，我把它堵住，堵得住吗？堵不住，你所堵住的是一个局部，啊，对，堵不住的，就是你的慈悲心也应该是这样子，你的信念也应该是这样子。